赶紧把西红柿给我洗一下，我把饭做了。我这刚回家，也不着急吃饭。怎么不着急呀？女儿一会儿要上补习班，你快点的。哎呀，你让我歇一会儿行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先把衣服晾了，要不一会儿又忘了。说你有完没完啊？我这刚回来你就叨叨叨叨，烦人不烦人？干嘛呀？一回来就发这么大的火，我不就……你说干嘛？我上班在外面跑了一天了，我一回来家，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。不是，我告诉你来，这家还能不能待？这日子能不能过来？哎，我说你讲不讲理啊？就你上班，我每天除了上班，孩子上学放学，每天接，每天送，洗衣做饭，哪一样不是我做的？我有跟你抱怨过吗？老妈妈，你们是在吵架吗？没有吵架，爸爸跟妈妈在闹着玩呢。对，爸爸妈妈上班一天挺辛苦的，爸爸在跟妈妈帮忙啊。嗯，那就好。你休息一会儿吧，也累了一天了。没听说吗？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